这是我在这座城市的最后一天。我来这儿是为了见他最后一面。说，人这辈子总是要路过那么几个城市，但是呢，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对一座城市产生情感？我觉得是当你习惯了它的日落，习惯了它下雨的味道，习惯了它的节奏的时候，你就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一份子。你什么变得这么有诗意了呀？原来不只是凤梨罐头会过期，记忆也会。当你从很高的地方看下去的时候，可以把遥远的街道、路灯还有朋友当成你自己的朋友，这才叫真正的真情实感。虽然在这座城市留下了许多的照片，但我猜我走了之后，这座城市也不会记得我。
也许就像是停车场最后一辆车的离开，我还是我，只是我的城市里不再有你。